怎么了你？现在不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吗？还有空约我呀？不忙，都有专门的婚前公司帮我打点。我就点头摇头就行了。我其实约你出来呢，我是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的。你说。第一呢，我想让你朋友的蛋糕店帮我做我的婚礼蛋糕。雨林的店呀？嗯。好是好，他们家味道不错，也健康。不过就是店面太小了，将来你们的婚礼那么盛大。 我怕到时候，那有什么呀？哎，我听说那个师傅还是咱们盛美的呢。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行，你喜欢就行。嗯，还有呢？嗯，还有，我想正式邀请聂雨生来做我的伴郎，你做我的伴娘。我是结过婚的。 这样不好，不合适。那些莫名其妙的老规矩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。这是我的婚礼，我说了算。而且，你也知道聂雨盛，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。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的邀请，好吗？我和聂雨盛之间经历了很多。 有些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，那是你们的大喜日子，我怕会给。不许这么说，嗯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正是因为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，还能一起往前走，特别勇敢。在我心里，没有人能比你们更能代表真爱。我的心里话。所以呢？ 在我最幸福的这一天，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，好不好？那我回去试着说服他。说服什么说服？他敢不答应吗？觉得可以吧？啊，很帅嘛！我觉得不是很好，我是新郎，你这样会喧宾夺主。 讲话是我的。哇哦！